金牛相伴，夜市开灶。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传世调味百年冬谷冬谷酱油赞助播出。钟声一响，北京时间晚上九点，咱大和田还有阳光、沙漠，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。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。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，美景、美人、美食，和田的夜，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。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，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，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。稍不留神，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。我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吃烤肉的，吃起来特别爽，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。逛和田夜市，一般人吃不过两轮，首先三个蛋打底，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，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，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，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，让你放飞自我。第三夜，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。亚克西，初到和田地界儿，我犯了个低级错误。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。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，一口一块，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娘的期待。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，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，辣得爽口鲜美腻。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。既然吃肉，就得吃点横的。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，这么多本地人排队，一定错不了。等等，这眼神，这刀法，莫非是龙门客栈？嗨，馕坑烤全羊，焖烤大法集大成者。在和田地区，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，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，吃乎胖也，不吃馋也。夜晚的烤肉店，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，吃肉为上。非常非常美味，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。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。羊肉很鲜。馕坑烤全羊，除了羊肉好，秘制调料最为关键。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，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，静候混合了孜然、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。鸡蛋面粉打底，胡椒粉、食盐作陪，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。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、表皮酥脆、肉质不焦的秘密。木头引火，静候小羊入坑，迅速合上盖板，封上沙土，灰太狼成功捕获小肥羊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肉食动物越聚越多，14个馕坑火力全开，烟尘滚滚，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。一个半小时后，烤全羊 C 位出道。老饕吃羊，
滚烫灼我手，诱惑恼我心。热热乎乎撕下一块，油脂与瘦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在香料的点化下，紧实又有嚼劲儿，不肥不腻，妙到巅峰。叮咚，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。和田盛夏炎炎，炫了一盘烤全羊后，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。糯米粽子做底，小木铲慢慢压平，舀上一大份浓缩酸奶，在糯米粽子上平铺直叙，糖稀剪上天花，最后再来一块诱人的杏肉画龙点睛，入口酸甜，风味绵密。大漠的夜色里，仿佛吹来了江南暖弱的风。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。完了完了，撑得迈不动腿了。一份馕坑烤全羊，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。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，这次要吃遍和田，硬核攻略第一弹，从小吃开始。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，满眼都是硬核美味，就连小吃都热量值爆表。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？让我也看看。哦，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，后面的冰山美人。在和田夜市里，唯有美食和诺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。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，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。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。她是我妈妈，我是大女儿。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，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。哦，原来是母女姐妹花。 And they're with me。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，一展笑颜，硬核美味即将升华。去掉蛋清，鹅蛋做容器，鸽子蛋、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。玛卡增加活力，再累也能满血复活。有了三蛋，那一星就是藏红花。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，润肺抗燥。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，温度在蛋壳内传递，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，让三蛋充分融合。纤纤素手上下翻飞，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，融合了不同蛋黄，搭配甜蜜滋补品，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，稠如凝脂。一口吃下，细腻软绵，蛋香十足，是小吃，是甜点，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。加上那个蛋黄，沙沙的，糯糯的，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、半凝固状的，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。用茶香的。三蛋一星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汁去掉，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，中药三红花蜂蜜。客人慢慢变少，女儿抽空完成功课。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，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，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，就这些，就好好学习，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。
而努尔曼古丽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，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，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。我不想他过来的，他影响他学习。虽然摆摊很辛苦，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。凌晨2点，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，准时接母女俩回家。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。一家三口，三人一心，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。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，那就出去转转。夜晚的团程，灯火闪耀，吃喝打卡，出片炫耀朋友圈。在这张狂的夜色里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。所谓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，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。酷麦奇，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。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，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，而库麦奇另辟蹊径，一头扎进了灰堆里，利用灰烬余温挤出焖烤绝技，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。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，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，AKA 精准数据控。面这个上面的要180个，上面的这个360个，放里面的肉馅500个，面加起来一共是1公斤40个。我们的口味界就2个字，精准。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，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。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。好吃，我一次能吃6片。一次6片，安排。古法库麦奇，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，调料从简，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。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，380克的大面饼做底，160克的小面饼为盖，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。大饼卷小饼，拈花封口，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，果然标准。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，外力气沉丹田，以41.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，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。星星点点的火光下，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。20分钟后，一轮圆月破土而出，吹开灰烬现圆饼，酥脆焦黄，内里饱满，香气四溢。外面酥酥的，然后里面汁水也比较多。轻轻撕开，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，香气扑鼻，汁水横流。大口咬下，面粉的清香，羊肉的醇厚，皮鸭子的窜裂，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转转，停一会儿。如果烤不熟的话，你再去切啊。好的，哎，转。烤肉熟了，烤肉熟了，拿过来，烤肉烤得香，两个人烤得香啊。库麦奇需要外力，家人也需要外力，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。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，天天吃也不会腻，就像那个锅儿子一样，一煎
做生意东奔西跑，现在这个浙江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，在这里每天都安乐的过一天，快乐的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人生是短暂的，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、最幸福的生活。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，没有时间陪伴家人，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，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。如今没有大波大浪，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。哇，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。新疆的瓜果然甜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，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、捧着吃，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。哎，不对，鸽子。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，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，和田的硬核升阶了。从不多言，是神秘的沙漠王子。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，麦和比江，花式吃瓜最强王者，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。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，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、看树、看孔雀。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。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，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。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，日照充沛，鸽子不易生病，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，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。选好瓜得趁早，掀起红盖头，今日有大瓜。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，不要太大的，5-6公斤左右，好干漂亮的，保持。削去天灵盖，瓜瓤挖空，红线的另一端，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，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，略施粉黛，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。封盖，这对 CP 我磕定了。哎，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。囊坑温度达到350度，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。大约1.5小时后，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，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，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。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，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——沙漠肚包肉，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。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，盐与孜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。羊肚为容器，沙子为烤炉。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，插入金属管排气。焖烤中，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。沙坑温度直逼190度，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，焖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。骨肉分离，滋滋爆汁，
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。新疆人基因就是好，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纳扎。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，再温柔的人也有燥的一面，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，把温存留给自己，美味留给吃货，躁动留给长夜。根据昨晚的经验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，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，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，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。当一曲舞毕，瞬间有点怅然若失，不如找间深夜食堂，亟待应和还魂。它的肠子就是第一口很脆，一个是绝。一看全是本地吃货，看来靠谱。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，团城米肠大佬，这么长的名字，一看就不好惹。而小棉袄一出现，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。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。羊肠翻转，反复清洗，肠油得保留，但不能有异味，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。我吃的羊肠保证没味道，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。如果有味道，我店都不开了。新鲜羊肉改刀，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，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，荤素搭配更有滋味。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，反复揉搓间，蔬菜的爽甜、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，加清水搅拌均匀。即使再有个性，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。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，一点一点塞入，一点一点揉捏，缓缓顺下，慢慢拉直，依次往复。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。高温慢蒸，静待美味，但必须时刻警惕，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，约半小时，肠壁羊油析出，香味浓郁，内里料头软糯，咸鲜诱人，有面子，有里子，出锅。什么？原味米肠不够劲儿？不要紧，艾丽的油锅一起，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，用花椒、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，火辣爆炒，一盘麻辣米肠，酒味。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。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，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，夜还很长，您也来尝尝。抚慰深夜时刻，艾丽还有妙招。快快不送快不是呀啊狂妈的狂妈的啊狂妈的快周末的玉都大巴扎，烟火浓郁，香烟缭绕，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。我小时候我爸爸带过来巴山，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。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，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。冬小麦泡发，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，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，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，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。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，妈妈做的一样，家里面的饭。
谁？猜猜呀。忙碌一夜，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。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，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。这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，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，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，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。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、免费的米肠子，他去世了以后，我跟弟弟一块开的这个店，全都是他喜欢的饭。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，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，总能让你忆起家的味道。冰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，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，独自守着营生。温柔如古丽，硬核也如古丽。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，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，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，还是两个字，完美。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，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。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，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，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。和田的夜，硬核叠加硬核，高潮掀起高潮。都说和田的玉很硬，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。偌大的美食江湖里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，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悸动的心。